主席、总讲义、社长、各位社友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很高兴回来我们做研社，因为能当社员就很高兴了，能当讲评呢更高兴。然后今天为我们两位社友做讲评，第一位是我们的温迪，温迪真的是真的爱吃哦，他总共花了2分多钟都在讲吃啊，3分半他就花了2分多钟哦在讲吃啊，没办法。那可见得他真的对吃很有感觉，而且感受最深的。然后他讲到他的漂啊跟毒啊，只这么轻轻带过一句话，爱玩啊，爱出国就玩，读书的话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共襄学习哦。那温蒂真的很幸福，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，感受这么强烈，难怪他可以开很好的餐厅服务客户哦。然后他台风很自然，讲话哦速度稍微快了一点，我要花很努力的倾听，才可以听清楚我要讲什么。速度上稍微可以修正慢一点点。那他时间掌握很好，在3分半里面结束他。那如果说你的人生除了吃喝嫖赌之外，如果可以再多一点精彩，比如说爱情啊、家庭啊，给他更好。没有，没有。是啊，我也想讲那个讲3分半。对啊，我们美惠摄影，美惠长得漂亮，声音又好听。他表现得也不错哈，就是在叙述他的一生的时候很平淡的在描述他整个过程，就是求学啦、工作啦，给他感觉就是很幸福啊。那他的声音很甜美，唯一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说你的手稍微太固定了，你可以讲到高兴的时候手舞足蹈一下没有关系，不一定把手放在这边，显得那个姿势太固定了一点啊。这唯一需要给你建议的地方啊，那你的声调啊、语言啊，然后描述的那个也很简短，然后很清楚，时间掌握也不错啊。那我们两位社友啊，就是。温迪还不错哦，可以穿个那个服装套装式的，那比较正式一点。如果那个美惠舍友，如果在演讲的时候也来个套装或洋装，会比较正式一点。就是小小的一个建议啊，谢谢。